吃别的。终于来吃到芒果冰了。那件好吃的。对啊，看到你了。很甜的，还不敢吃。你在啃汤匙啊，汤匙很好吃。芒果这样多少钱？200。这是不是比我们刚刚看到那个一碗一杯冰沙差太多了？啊？不是高点结账对啊。他有加这个什么？好像没有。QQ 的，有没有？不知道哎，六月初吧。很好吃啊。嗯。要清。芒果很新鲜。对。我有那种坏都是那种软软的妈妈会吃吗我觉得那冰淇淋蛮好看不到这个刚刚太暗了这边芒果一斤80没关系我先把它调暗就好漂亮哦一直看三斤，三斤在屏东路。你们都在这里叫我刚刚在讨论要不要买，要不要买这样子。1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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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
我去蓝洞。你刚刚不是？不是成大的吗？成大比东吴好。他每一次要很急着要吃。我觉得这家的冰是很好吃，真的哈、哦，跟刚刚你吃的雪糕比起来，好险，好险！我们那边挖上多，我要吃拉拉一个。其实芒果蜜很难拿，你准备要把它挖走了吗？太大颗了啊！又，哎、欸，拿卫生纸，它是怎么手？不要，不要，很行，让大家都意识到。还要买西瓜，他怎么爽？看你拿车上。你怎么吃到这样子？好的。吃的跟战场一样。我可以跟你借过一下吗？你坐着，你坐着。光你的手，为什么你挡住？然后在你没注意的时候，有人在看你的钱包。吃个吗，妹妹？拿五包。还要过吗？给你。晚上七点钟要吃的话，几点钟才对？要是那个不用。妈妈，你都吃吗？不要啊，我们在看吗？太冰了，这样子爽躺。Oh my god！大家都一直吃芒果，大家剩一堆冰，清冰在里面。他在滴水。对啊，直接到现场的水果。快点，把
阿姨真的不想给我吃。让阿姨吃。让阿姨怎么吃？你要过来一点，阿姨怎么吃？我问你。你换手好了。呀。好。那这只手比较好。比较好拿的。在孔庙。中华路。反正就在原厂附近。对。阿姨好，不要来，妈妈喂你好了。No. 吃完了，好像打仗一样。没有。对不对？这还不错，就是音乐放的跟夜店一样。小桌了。上面刚才坐在我们的标了。下不过来啊。我叫你拿去拿水果。这个，我要拿一个。他们在擦桌子是不是？麻烦你了啊、哦。嗯。谢谢你哦。麻油。吃完带你去洗手啊。他没有吃完这件事哦。还有加油！没有，我们去洗手。阿美吃完还要拍手，好证明好吃这样。帮你们洗手。那边有一个洗手台，还蛮方便的。这家是一间，这感觉像是比较传统的卖果汁、水果切盘的啦，对。哇，那我们有看到这些吗？其实这些好像也蛮多人来的，对不对？对吗？这些比较像那种冰果式的。啊、哦，是哦。啊、哦。有吗？哦，你说我刚才。我都没吃到那一球。当过兵哦。黄队啊。走啦，我们去。去，你手有洗干净吗？那些湿湿的，是确定不是黏黏的哦。啊？真的哦。麻烦你帮我拿哦。好啦，我们走了。这。我们要先回饭店还是去安？都可以啊，我没差，反正都是路程。都要开，刚隔壁的那一桌也要去阿玉，因为阿玉是真的是，我们应该可能真的要去，那、啊、我先定位好了，先打就要问，对啊，阿玉来牵手，哦，阿玉今天吃很多冰哎、欸、哦，对不对？有没有开心？还好啦，三个人，啊，打嗝，哦，太幸福了。现在先，现在先，对，还有冰沙。台南人开车好凶哦，那个汽车完全没有要让摩托车，就想给他撞下去。他没有警示。对，他只有一直按喇叭而已。好可怕。结果我才发现，哎，我还是没上到厕所。然后看我老婆她有没有订到位置还是干嘛的，虽然每个人都说不用订，不嫌位置，嫌位置。哎，这样看起来，这看起来要换鞋，应该是不会有人想要穿走吧？限量款他就不会放在那边了。今天天气很好，不错。晚上来走走逛逛，
果然老婆生日就是不一样。哦，哇，这边还有气球屋哎。气球屋啊。对啊。OK 啊，啊，又跟大家拜拜。拜拜，记得订阅、分享、按赞、开铃铛，记得把祷告画完哦，拜拜。拜拜。好了，你把很多，你把这个月的冰都吃完了，好不好？啊。不能再吃冰了哈，哎。